东屿就方便，15分钟就到了。这边我们来参观的这个商场，它有四层楼啊，一楼是名牌的咖啡，我们这边的品牌 Highland Coffee、星巴克啊，然后还有卖很多的名牌的眼镜啊，是眼镜的啊，或者那个衣服的都有，有放我们越南，有放两台车、三台车，越南的生产国产车。VinFast 啊，二楼以上才有厕所，才有洗手间。二楼有大型的超市 ，Supermarket 在二楼。三楼是卖家饰，啊，家饰室内啊，就家里使用的这些东西啊，也有衣服了。四楼是餐饮的吃喝的地方。好，我们来这边参观，走走看看啦。如果大家还要买东西，在超市那边可以买到。啊，要买咖啡的话，在一楼那个 Highland Coffee 也可以。要喝越南咖啡啊，也可以来一杯啊。那个莲子茶很好喝，那个 Highland Coffee 莲子茶是 Bird Dry 啊，啊，试试看啊，好喝。我们这边参观大概45分钟吧，我们就去吃午餐啊，去吃河粉啊，吃河粉。等一下到门口，我们约时间了啊，大概12点了，12点左右，我们就在楼下集合了啊。我们的师傅会停在这边的，会给我们在正门下车，但是我们到齐了，他才可以来接我们啊。大概12点左右了，12点10分钟，12点10分钟左右了，我们到齐了，车才能来接我们。因为这边不能停太久啊，不能，这边的车不能停太久啊。OK， 到了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叫 Vincom， 越南最有钱的集团呢 ，Vin 集团 ，Vincom，